国界严净第十一，佛与阿难比极乐界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，永离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，亦无四时寒暑雨淋之意，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，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，宽广平正，不可极限，不可限极，微妙奇丽，清净庄严，超于十方一切世界。阿难闻已，白师尊言：若比国土须弥山，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？佛告阿难：夜魔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？阿难白言：不可思议业力所致。佛与阿难：不思议业如可知也？汝身果报不可思议，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，众生善根不可思议，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，其国众生功德善利住行业地及佛神力，故能尔尔。阿难白言：业因果报不可思议，我于此法实无所获，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，故发思问。光明遍照第十二。佛告阿难：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，遍照东方恒河沙佛刹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。若化顶上圆光，或一二三四游巡，或百千万亿游巡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，或照百千佛刹，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，诸佛光明所照远近，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，制作佛时各自得知，自在所作不为预计。阿弥陀佛光明善好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，一号无边光佛，无碍光佛，无等光佛，一号智慧光、常照光、清净光、欢喜光、解脱光、安稳光、超日月光、不思议光、如是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世界。其有众生欲思光者，垢面善生，身亦柔软，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中皆得解脱。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随意所愿得生其国。